台湾主播跟越南人讲色色台语，他却有反应了。所以你是越南人吗，小哥哥？真的，你是越南人，你很可爱耶。哦，我觉得你也是很可爱。哦、什么？什么？你什么要什么输？晚上要输？没输？你会输？你会输吗？会输。会输？是你会？你 Are you good soccer？ 嗯、good soccer？ 哎 ，good soccer 什么意思？树的台湾话是西的意思。你是 soccer 吗？喂喂、哎，我可以 soccer。嗯，哎、啊，你可以 soccer？ 哎，我可以啊。OK。哎 ，I can help you soccer。I don't need the help。哦。更多影片都在李听频道。